难得看你开车，该今天要去哪里玩？今天我的好兄弟蚁人呢，要带我挑战轮椅爬山。大家好，我是 Leo AKA Chairman 蚁人，今天我要带大家去轮椅族的五星级登山步道二子坪。你在山上坐车啊，会不会不自觉的唱出一些只有在山上才会唱的歌？说山上的孩子，山上的孩子，山上的孩子，这个会不会凸显出我们的年纪了？哦，一那路弯，那一呀哦嗨哟，这个我真的唱不出。你少来哦，你再不接我球，这样对吗？越过山丘，懵懵懂懂，你是干什么？我被两个弟弟尾随了。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小心车哦。拜拜，注意安全。好。哎，小心车，小心车。来登山最大的难题就是没有停车位。今天不是礼拜一吗？二子坪这边是这么多人的吗？我要一包大薯，一个三号餐。我要大麦克。大麦克。被你讲一讲饿了。真的，都还没爬山就先饿了。到了。好棒啊！你已经准备好了。当然，你准备好了吗？对。OK。怎么样？这趟上来还舒服吗？可以啊，很可以啊。这种轮椅可以上的都叫五子车，我觉得它的上面非常宽阔，棒。我知道，我是说我的车技呢。哦，刚山路上来也是很平稳，很棒哦。棒。我们现在在阳明山上的哪里啊？我们在阳明山上号称五星级无障碍步道的二子坪。是因为它全程都是无障碍步道吗？没错，这里全长大约2公里，而且全部都是无障碍空间，对轮椅族来说真的非常非常难得。但我想要问一下，跟我们之前在西门町走人行步道比起来，算是比较轻松吧？我觉得这推100公尺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下。No， 完全不同 level， 这么恐怖？等一下你试试就知道了，我怕你哭着下来走。可以吧？可以吧？这个轮椅推起来应该是试看看，10分钟之后我们再讨论这个话题。好，我们就拭目以待，拭目以待。来了，哎，你来了，又，今天为了带观众能身临其境体验一下轮椅组推这个无障碍坡道登山到底有多辛苦，你看，我还特别去 Nova 光星借了这一台。应该会比上次医院那一台好推很多，是没错。但你看我这个山路，我相信二子坪可有的你瘦了。我刚来的时候，我要走这一条，那我说这个怎么可能啊？我可以，你就可以，这怎么可能？我才这样哎。好，换车，换车，出发了 ，Go Go， 去寻找蚁人的后宫3000 ，Go。哎，不是啊，这个让这块显一点，一个就超难推的是怎样？你这样推你一定很累，你这样是纯用这里的力气，用一点腰的力气。哇，这个刹车也放我直接往后，你看，我们才推进来20公尺而已，我就已经感受到，哦，你看，我这个会往后倒，所以我必须这么往前。啊，我知道了，但我不知道你频道能不能讲，大概用的感觉。的感觉，应该有比较轻松吧？可以啦，这样子大概还可以再推个200公尺。不过讲真的，这种如果有这么陡的话，我很难边推边欣赏风景。我会想要推一推，然后停下来，就停下来，好好休息看一看。差不多了，蚊子来了，就走。轮椅族还是可以体会山海的自然乐趣。我觉得无障碍坡道比刚人走那条漂亮很多，因为它是山中小径。有没有考虑以后都推轮椅来？我为什么？我应该也不用轮椅，可以走这一条吧？我们今天有什么任务吗？不知道。我们今天你不是我的那个山林老师吗？这什么时候想的？我以为你要带我寻找什么生态植物之类的。我们等一下应该会遇到一个模型啊！不要乱讲啊！那我们就。出发一样，我前面啊，有的累度，没的感觉。
有啦，就是你要用一点核心。没有啦，你现在在我后面，我不敢讲这个啊。啊，我就在你后面做这个动作啊。喂，欸，如果我这样掉下去怎么办？你就站起来就好啦。这已经不是站起来的问题了吧？不是，你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好好睡就好。早早早，中午吃了吗？还没哦，记得订阅蚁人的频道哦。记得订阅见人盖伊。蚁人，见人盖伊。蚁人，盖伊。蚁人啊，见人。你山海怎么唱啊？山海，山海不就是他明白，他明白，我给不起，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他明白，老子。大明白。嗯，希望你们以后也可以来继续爬山。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竞速赛道。我们从这边出发，看谁先到那个转弯处。啊，你说三二一就开始啊？来出发哦，目标前面那个转弯处哦。三、二、八、一。哇，出事了阿伯，听到了，高炸高炸，为什么要走石头路？拉一下，拉拉一把，我需要拉一把，我需要，欸，很会拉欸，就是拉前面叫前面，我们现在要这个时间其实人还是很多欸，应该是因为山上真的是很凉快，很凉啊，真的很凉。玩个山上才有的动物的游戏，猫头鹰，啊，猴子，山枪，哇，山猪，嗯，山猪啊，你说狗狗罗吗？不是，四脚蛇，四脚蛇算石动物啊，石牌蚁人，山上，你现在不是在山上，那就是见人盖伊，耶。有没有推荐就是比较好看的番号？我们的步道，步道，观音山啊，观音山，擎天岗，擎天岗就是一个五障碍斜坡上去而已。后来的路会比较偏向那种土跟小碎石。蚁人，盖伊，吓到妹妹，快点吓到，吓到妹妹了，他才没有嘞。哎，欸，你怎么跑到我前面去了？我也不知道。太好了，我来了。你上坡跑得了吗？你要确定我来不及你吗？我要来抓你了。你速度很慢的，快到了。我，哎，算了啦，不是啦。火车头，你要确定我这样推得动哎。哎，很强哎。目前位置步道 1.8 公里，目前位置 0.4。 我有没有看错？我们蛮不错啊，我们至少快到四分之一了，这样过来然后才400，然后你还讲了一堆地狱梗。没有啊，坐着爬山怎么样？我脚都不会累。他是蚁人，他是 YouTuber， 他是见人盖伊，他是有名的健身网红。我是坐轮椅网红。你的脚没问题吧？有啊，我是脊椎，脚现在不能走路。是专门要鼓励那些脚不能动。没错，我是觉得说你真的要体验他们也是短短的路就好。你们的平路这样子弄已经是够你的运动量了。我不鼓励说你们上高山，还是一般的平面的山就好。啊，可是我做了很多阿姨会不同意的事。你的这样是对的，他年轻嘛，这样的鼓也是对的。量力而为。很好，一定要这样子。没问题，我们继续加油。那我们先挑战自己，没错。我们结尾再量力而为，继续加油，加油，加油，谢谢。叔叔阿姨要记得订阅哦。见人盖伊，蚁人。哎，有旺旺仙贝。哎，这个月不要剪。怎么会有旺旺仙贝？如果你要剪，怎么剪？说我。哎，好，就可以剪。对啊。算了，不要乱剪。八七八，谢谢。你看，阿姨他们也都走这个啊，代表这个步道比较好走。来，讲出你看到的植物。来，随便你先。太难了吧？
蕨类，这个也可以吗？蕨类不是涵盖很多吗？谁知道那个全名啊？姑婆芋，你也只知道这个了。对。哎，你看到这个红色小花，这就是二指瓶最常见的水鸭脚秋海棠。听说它的茎吃起来是做酱草的味道。等一下，没有吃过做酱草啊？但你有吃过海棠？我没有。你需要生存干嘛？你没有粮食是可以吃这个，但是它里面有乙酸，所以也不能吃太多。如果你来二指瓶，肚子太饿的话，就吃这个。没有没有没有，往下走600公尺有游客服务中心。对对对。还遇到狗狗哇！法斗跟八哥还是都是八哥，都是八哥啦。有一只法斗，有一只法斗，对，好可爱。法斗跟两只八哥，两件能加一。对，哎、欸，你要不要跟他拍照？哇、哦，好奇，来说。等一下，等一下，拍照可以。那你先讲出这朵花叫什么？它叫水鸭脚秋海棠。好，谢谢。哎，盖伊，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的毛小孩很幸福？他们有人推，我们没有。不是啊，我们有力量啊。但他们那种短鼻狗有没有？没办法自己走太多路，他们有时候会有点喘不过气。但像这种很凉快，有没有？这个就很适合给他们下来走一下。你对法斗很有研究。我就养八哥跟法斗了，那怎么不带来？我都需要人推了，我还带两只来。哦，你说这样子拉着？福祉犬，对，福祉犬，养了他们那么久，终于派上用场。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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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赞赞！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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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们可以先来休息一下。好，是时候该休息。现在温度24.6度，难怪这么凉快。新北大概现在体感34度。雨儿，你刚开始轮椅代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吃力吗？一定啊，每天都是很累，因为你知道不习惯靠双手做这么多的事情。我想问一下雨儿，就是平常的运动有哪几样是你最喜欢、最常去做的？我一开始接触的运动就是轮椅篮球、轮椅击剑、水肺潜水。哦，水肺你也玩？无所不能，能试的我都试了。下次我带你去自潜，能确定了，量力而为。我爸，我气不够，我够就好啦。那你休息够了，我们继续朝我们的目标迈进。我们应该快到了，所以那我们就出发 ，Go Go！ 肚子有点饿了。好想吃麦当劳，哎、欸，我也想吃麦当劳。我要吃牛肉堡加麦脆鸡。其实久了之后，你慢慢的就已经习惯，就是会倒怎样不会倒，对吧、啊？你知道那个技巧在哪里？恭喜你进入轮椅学院。哇哇，再一轻轻就爆出来了，轻轻。1.4了，我们剩400公尺。是不是？哇，没事没事没事，我可以 break it。你自己搞，你自己搞。哎，这里好棒哦！发现这里，哎，啊！你到底？我看这里蛮好玩的。毛毛的，毛毛的，蚁人毛毛的，哇！你没事吧？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一下。遇到这种情况，我知道，就是这样。然后先把刹车压下来，对不对？要问正常流程了。对，用手撑起全身。对，再高一点。喂，你感觉很轻松哎，你 是有推用脚的力气？没有啦，真的啦。那你很适合当轮椅组哎。我们现在快到终点了，那这一条就是刚刚蚁人说的无障碍法夹弯。我不知道为什么法夹弯会出现在无障碍多到这个池里面。蚁人说等一下要秀一波，我们就让他秀一波。啊，我要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后面的舞台就交给他了。哇，这个。很危险呢。
我靠！我靠！太扯了！真的头文字 D 哎、欸！慢点，我担心你又要跑进草里。不会，我知道怎么控制。看到了，哇，这就是你说的世外桃源吗？心旷神怡耶，是不是有心静下来的感觉？我喜欢那种蜿蜒的步道，一出来之后是一大片开阔的视野，这种感觉。它这个无障碍步道还可以一直在下去，对啊。所以我们已经到了吗？我们到终点了吗？差不多，我们已经到终点了，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休息，看一下哪边可以休息野餐，然后看看 Foodpanda 有没有送这里。完成了，完成了，一人攻略了二子坪，怎么样？不错吧？不错哎，美景无价，经历磨练，再品尝这个美景，你就会觉得一切值得。既然结束了，那我考你，刚路上的小红花叫什么？秋海棠，我对了三个字吧？你根本就只记得海棠而已。不过讲真的，这趟下来哦，我觉得手真的很爽，真的，弓肌啊，伸直屈指啊，手臂，手的抓握力现在有一点软软。轮椅刹车，要么就是前面的嘛，要么就是你几乎都是靠手嘛。嗯，啊，手要刹车就是你要一直磨你的手，然后自己觉得烫烫刺刺的，烫烫，呼噜呼噜，烫烫，呼噜噜噜。成功攻略二子坪完成之后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来拍一张照片纪念一下。三二一，这次合作的是现代汽车的 Staria 九人座车款，空间非常的宽敞，而且还能改装成福祉车，很适合在行动不便的轮椅族，坐着轮椅就能直接上下车，无障碍出行没烦恼。车室内高度为同级最高，轮椅乘坐天花板不会有压迫感，也是同级最大面积玻璃窗，视野开阔。哇，你看这个车窗大面积，外形很像某种新舰，有没有？有点帅。这个视野之辽阔，而且它乘坐起来也很平稳舒适。后面冷气凉吗？凉。我前座也是坐得非常舒服，开山路的时候都看得很清楚，才能开得这么稳。而且 Staria 品质稳定，保养零件价格也实惠，推荐给有福祉车需求的朋友。好，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这边，我是简盖伊，我是 Leo AKA 全面蚁人，我们下次玉山见吗？可以。哎，你答应了，下次见。影片存证，我可以剪掉。哎。